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念思无常，使人修行佛法，摄取今生的精华，以便来世安乐、解脱乃至成佛。善思思无常，恶处苦，因果业报非常要紧。禅师这的道处地，使咱会当看到自己的心，马上归过向善，转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，帮助咱开始修行，持续不断，乃至达成三大意义：来世安乐、解脱、成佛。这拢是来自于意念无常和死亡，也是因为念死无常，咱才会当欲速烦恼。而且念思无常，使咱伫个死亡之际，会当抱着满足安乐的心来死去。正如帕邦克仁波切所讲到的三种修行人，中言者死的时候极度喜乐，就参存要回去故乡，或者是要去郊游。中言者怀着100%绝对的信心和欢喜心，必定会得到良好的转世人天心。下言者无慌乱惊吓，这个一切拢得来于念思无常。
念死无常，就参出马鞭。骑马时阵，马如果行唔到路，你就用鞭啊来给它拍，予伊扭转方向，重新上路。念思无常，就参存拍心的鞭啊！每当烦恼来升起，只要会记你念思无常，烦恼就会不止意升起，心就会当无受烦恼来摆布，未对着烦恼来走，你会当安住伫个佛法顶头。应该了解轮回和轮回的美术是如何的欺骗咱，因是不可信赖的。因此，永远意念无常和死亡是如此的必要。思维无常和死亡，使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，而且会当迅速有力地摧毁烦恼和习气。伊非常容易禅思，而且会当减少烦恼。伊使一个人起修佛法，持续学佛，持续修学。并圆满成就。你是一个修行人，所以你不用怕死亡，这是真平常的。人出生了后就必须爱死亡，就参存植物成长了后来死亡，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明白美好的人生和恶劣的人生差在哪里，你可以依照佛法的智慧对菩提道次第和业果的了解去转摄，也可以依照贪心唯我独尊以及自我爱惜去转摄人生的好和坏。
两种的论述自然是背道而驰，贪心认定的好歹的含义，尤其甲智慧专性的内涵南辕北辙，这才是困惑的所在。来讲，世间人大多数拢随顺贪心，对因来讲，美好人生是以外在的发展来花牛成功，积聚搁较侪财富、朋友、子女等等。吃外在看得到的，亲像欢迎的物件，依照贪心的认定，就是要过的上好的人生。尤其这种研究的背后是什么呢？不管你认为对外在的享乐找到多少快乐是那么让你兴奋，你也是爱自问，这样的快乐是基于佛法的观点，也是贪心的观点呢？你应该这样这一样来分析自以为是的快乐经验，而且你必须要考虑业报。佛法的观点来讲，如果一生都在做善，无做恶，就是美好的人生。如果旧年做的善业，多以恶业，就是一个好年。在24小时当中，如果固执的善业可以超过恶业，纵使精疲力尽，乃至修行的差一点仔死去，那一天的人生也是美好的。这是一般定义的好歹人生，善业和恶业相对的比例。Thank you.
比如说你经年累月牺牲现世大量的舒适和享乐，以便过清净的生活，假使你也无下离贪心，内心会相当苦。因为你的心也无清除攀缘今生的贪心，也离不开俗路，也无健康的心，无法度以修行或者持戒为乐。在我看来，那也是美好的人生。当你在闭关、服侍神友，或者是劳役友情顶头遭受困境，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你也是在确保人生会美好。道理何在呢？因为你所做的功德，总会带来好的果报。真正快乐的人生，必须要具有良善的动机和善报，那才是快乐的人生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咱何时修行佛法，就是以上好的方式伫咧照顾自己。正如大悲尊者经常常讲，如果你要自私，应当聪明的自私。意思是讲，如果你要快乐，应当服侍其他众生，利益其他众生，避免伤害因，那才是确保自己的快乐，使人生成功的上好办法。如果咱照顾他人，为他人的安乐在工作，自然就是伫咧照顾咱自己。
努力使别人快乐是爱自己的最佳方法。同样，如果我们伤害他人，也就伤害了自己。伤害他人，无法度带予咱现在以及未来的宁静佮安乐，只会有悲惨佮不幸。带予他人安乐，是带予自己安乐的最佳方法。伊会自然随之而来，伊会顺便发生。做带予他人安乐的代志，对咱的心有正面的影响。纵然你发现人生艰苦，牺牲了大量舒适和享乐，内心可能也无得到快乐或者是满足，但修行佛法必定会为你确保美好的未来，因为你所做的善业果报将是来世乐，不那一世，你是多生多世。来讲，你会得到真侪快乐、好的转世、解脱乃至福果。所以，即使你感觉到修行困难，未当乐在其中，嘛且唔通丧失勇气。开生命电视台，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
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心最大的敌人就是嗔恨，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众生。慈悲心最大的敌人就是嗔恨，但是当你内心不喜欢某一件人事物，你就排斥他，脸就变了，这脸就变了，那个脸色有够难看啊，那代表很可怕。所以那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悲心，就是因为我们怕我们有这种排斥的心态。有一句话是佛陀永远不会恨一个做坏事的人，佛陀对所有做坏事的人是更爱他更关心他，这一点一定要抓住，不然的话你念再多的咒修再多的仪轨，你这个前行不圆满呢，这个仪轨变得没意义，因为动机不对啊。而且这么大的悲心这么认真在修，一点都不为自己叫结行回向，要吧，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同享功德，最后成佛。说